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装这个房子啊，房子这个是机器人的脚啊，改装到一半啊，我们现在其实来改 ，OK， 我们现在有这个三对集市哦，我们来换一下这个钱啊，换个3000点好了，两倍变6000。OK， 我们的幸运夺宝来刷一波啦！会中什么东西啊？配方、物料、钱 ？No， 4个都没有中。来，再试试看好了。什么？居然！不管了，刷下去了，刷一波，几率好像蛮小的。再来，保底至少有一把弓箭嘛。哎呦！好，再来，继续刷，获得布哦，面料、配方，不行啊，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获得一把弓箭。怎么都是一些配方啊？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就中954了。No， 至少有高分子啊。哎，怎么又差一点？怎么这样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再抽。剩下1900了。哇，榴弹炮的配方终于抽到了，水哦。有办法中954吗？没有中954就是要保底了。现在已经抽到弓箭、榴弹炮，看一下啊，洋洗榴弹炮。我先分享出去，真好。溜一波，我们看看他现在解锁了那个典藏的榴弹炮啊，还有这个弓，剩下1400了。我们来刷新啊！
这工好像是垃圾，怎么办？要雪地吗？还是雨战？就把它刷新好了。我觉得看看刷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得这个典藏的榴弹炮。哦，都是垃圾。唔通啊！再刷新啊，刷新！哇，光这刷新也花了不少钱哦。别晒啊！算了，我们这里继续来抽好了，至少保底有九五四。好了，至少有保底。954突击枪。好啦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见，拜拜。Looking hot, looking tight, yeah.